夫妻啊被漏夜搜索，而且呢是16个小时之后呢，让他们以1500万元交保。可是伪造文书本刑才5年以下，有这么严重吗？李文，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的离谱。为什么？这因为这不是一个新案，这是一个老案。哦，第一个，第二个呢，他的案情其实非常非常的单纯。那事实上，检调根本没有足够的证据，否则的话早就办了啦，对不对？那你现在不是？为什么这个时候重启调查，而且动作这么的高调？就在严宽恒去登记要参选的4天之后办这件事情，那你不就是告诉大家说现在法院检调都是民进党开的吗？都是民进党的吗？那所以民进党看到严家双脚就发抖，严家只要出来选，你们就开始失心疯了，就用司法来介入选举。我觉得真的是太粗暴而且太恶劣了，这需要漏夜侦办16个小时吗？问什么？然后呢？难道是要叫严宽恒把他选举的庄脚都交出来吗？还有第二个，什么叫做1500万啊？这是天价耶！你看看其他的案子，这种震惊社会，在选举期间88枪，居然一开始2万，引起轩然大波之后，他才把它稍微调高一点。邱丽丽也是一个骇人听闻台南议长贿选案，如此整个黑金介入破坏整个台湾选举选风，50万交保，然后邱丽丽还跑到日本去爽玩呢，还可以去哇塞逍遥自在，继续当他。